八字形的跑道，您有看过吗？新竹县北埔乡大坪国小刚落成启用的全新蓝色跑道，保留了原本斜坡地形还有植栽，所以呢，形成了独一无二、穿越了树林的操场。而校方哦也举办第一届大队接力赛，学员都说呢，这新的操场跑起来很有挑战性。 学生开心跑在全新蓝色跑道上。原本北埔大平果小只有四十公尺直线跑道，学生无法尽情奔跑。加长整建完工后，特地举办第一届大队接力赛。大平实验小学的运动操场及周边设施整建计划，总共改善的是我们的 PU 跑道。 亚克力球场，还有我们增建了一个跳远的沙坑，也把上操场的草皮重新整理、重新铺过，让孩子有安全运动的场域。我们的跑道是八字形的，然后就跟我们学校那个地址一样，是八号的。在弯道的部分就是很刺激，就是你弯道如果没有跑好就会输掉，就是跑步的技巧要更更增进。 教育部和县府补助六百万，历经六个月工期完工，跑道变成两百公尺长，也将杂乱草坡和红砖地改造成独特八字形 PU 跑道，但保留原有树木、橘子树和苏铁做绿美化，打造独一无二又能做生态教学的操场。 同时新增跳远沙坑，也把综合球场整建成亚克力地坪，让学生打篮球、排球、躲避球。球场中间还画上代表校训的猫头鹰校徽。下课时间，学生们都迫不及待要到新操场跑步打球。我们的球场是多功能球场，它就是可以有篮球、羽球，跟躲避球等的球场。地面有的时候会。 有的时候它的漆会裂开，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比较好打一点。本来踢足球都是在上面就很容易会滑倒，但是呢现在操场变平整了，所以就减少了受伤的几率。足球场原本凹凸不平，现在也变得平整安全。崭新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尽情运动，也开放社区居民体验穿越树林间跑步的乐趣。